出发第二天，从哈里斯堡我们继续往南，下一站现在还不知道到哪儿，开到哪儿算哪儿，估计会开到弗吉尼亚吧。我现在呢是在弗吉尼亚州这个一个小城市叫埃宾顿啊，这个城市呢只有七八千人，好像应该就是一个小town吧，它叫城市啊。然后呢我们到这儿呢先来买点吃的。现在是10:49啊，不到11:，看看今天能走多少个小时啊。我们往81高速往这个方向走。哎呀，跟个佛一样，你看，哎，呵呵，排腿大错的，哥哥呢？哥哥没有是吧？哥哥排腿吗？宝宝，你后面有水吗？你自己喝点水。这一路，儿子，你这样盘时间长了不行啊！你一会儿要放下来啊，不放下来，对，不放下来，一会儿就不活血了，就抽那个腿就麻了，抽筋了，啊。好，这个呢就是美国的大农村啊，大家看一下，一片田地，你看，这季节啊好像也是秋天了，没东西了。Food 啊，这个是吃的，休息区，52。前面好像还有一块牌子是，啊 ，Gas， 加油的，在52，有52也有。这个是比较大的休息区。啊，比较大的一个休息区。哇，坦克，这真的吗？啊，军事基地啊，刚才有飞机啊。两个人那天有吃有喝的，应该野营了，是吧？啊，好日子，也不上学了，应该逃学。行吧，你们就开心一个星期吧。到那下周一就该上学去了，要到新学校上学了。嗯，小孩不爱上学呢，哥哥爱上学是吧？这个还上学啊？前面怎么堵成这样呢？看看这怎么回事啊？不知道啊，可能有问题吧。One more page, Mighty War Moose, Change Up, and Cat the Cat. Oh my god, there's no way that you can do this four times. 真的吗？妈妈 ，Horse, Charmander.No. What is old boy? I need tomatoes and ginger butter. 两个人在那演小品了。就要这几个吧，这娃娃没有，他晚上睡不着觉。Okay. 对，这个是 West Virginia， 西弗吉尼亚了。为什么不差不多？是，这边是一样的。这几个州啊，没啥区别。一个地标嘛，就刚才一个标其实就是分界线，就这边就属于西弗吉尼亚，那边就是属于是宾夕法尼亚。 Arizona garden stuck out in the heat, let me take you dancing, let me get you on your feet。 好了，我们现在已经开了两个多小时了，前面呢有个休息站，孩子饿了，我们出去吃口饭。这边好像看了牌子，都是什么麦当劳啊，都是这些。看看吧，有啥吃啥吧。把弟弟叫醒吧，咱们快出去了。417啊，出来了。这有啥呀？啊，这有 food， 有 gas 啊，有加油的。对，哎呀，到了这个休息站，下来吃一个午饭。好了，买了我们的午餐，走吧，还是回车上吃去吧。这地方也没有坐的。油不用加了啊。
还有啊，这边加油也是自助的，你看，不是你家自助的，但是咱们在那个滨州，哎，新泽西吧，好像，咱们第一站加的时候是在滨州吗？对，好像是在宾州。Pennsylvania 是吧？Pennsylvania 好像就是要有人工加的。它每一个州规定不一样，你像纽约就没有，它加油都是自助的。行了，我们今天的午餐就在这个车里吃了。阿宝要来一块吗？阿宝宝。上次也是吃了你，是啊，我感觉好吃啊。披萨，嗯，不记得。嗯，这披萨也挺好吃啊。嗯，哦，看着软软的，哎，比咱们平时买的那好吃。啊？饿了吗？不是饿了，我觉得是真好吃。嗯，人家二宝就爱吃披萨。我知道什么？这披萨有点香，有点咸。不错。哎，你别看这个小店啊，披萨还是弄得挺好的。啊，嗯，一般像这种小店卖的挺好吃的。海绵宝宝，我这里还有一块。海绵宝宝只有一个，多少钱？太多了。我老婆嫌我开的慢，她说还他开吗？啊，行，这是比较照顾我啊。我来吃。他下午吧，这个路况比较好，他开了能多开一点。我是开的慢，我吧就比较谨慎，一般上了70我就开始踩油门了。嗯，行吧，下午你要开累了我们就换啊。嗯，下午累了，困了，但是困了，那我也困了。那你可以先眯一会儿。那我先眯一会儿。对，换着。我先找找那个地方吧，我们现在还没决定到哪一站停呢。我一会儿搜一下啊，现在是1:30，2:30、3:30、4:30、5:30，我们还可以开4个小时啊，可以啊，5:30应该可以啊，4-5个小时呗，5:30到6:00，6个小时快，行，我搜一下，好了，我们吃饱喝足了，继续上路。33块钱，好了，继续上高速。透口气啊，伸伸懒腰。啊，现在没有人，没事。有事。啊，都没有人。没有人。啊，这是一个，哎呀，荒郊野外的荒郊野岭。行吧，天气倒挺好今天。哎，一到这边越往南走啊，就是戴口罩的人越来越少了。这边越往南走，这些南方的共和党州啊，他们就不提倡戴口罩，好多都甚至有一些反对戴口罩啊。我看这个店里面服务员都没有戴口罩啊，你看加油站有好多的加油的都没戴口罩的啊，我们这一家戴着口罩反而成了挺特别的了。所以说这个民主党州跟共和党州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啊，像纽约，所以民主党州啊戴口罩大家还是比较自觉的都戴口罩，因为民主党州都规定嘛，好多地方要戴口罩，进入室内要戴口罩啊，但是呢共和党的州基本上就无所谓了，他们没有强行规定。好了，走了走了走了，快点上车了。
行了，现在换我开了啊。终于你开了。嗯，现在还有三个小时能到。你也开了三个小时吧？这边吧，我感觉现在看到这个跟纽约那边已经有点不一样了。你看，这边右边是山嘛，左边是田。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小时能够到我们今天的目的地。今天呢，我们刚才算了一下时间，我们打算在弗吉尼亚的一个小镇。一个小城市吧，那叫什么堡了也忘了，这个城市都记不住。一会儿我宾馆已经订好了，现在过去还有一个多小时。嗯嗯，出来加油的，结果呢路走错了，现在进入这不知道什么城市，一个小镇吧估计，然后掉个头再回去。好像是熟悉啊。哎，怎么走？掉个头，原路走回。啊、原路走。左转进入 South Commerce Street。这是个监狱，你看。应该是监狱。那么多电网，你看，知道吧？你看旁边，在下一个停车标志处左转。那咱们是不是往右拐是吧？那可是往右没看着。哎，刚才又加了一箱油，油刚才剩下了一格了。加了40块钱，啊，基本上是一天一箱吧，啊，今天上午加了37，好像，昨天加了一箱是39，好像，大概是，对，40块钱不到40块钱左右吧，一天一箱，啊，我们看看啊，这几天走到休斯顿，总共要花多少钱的油费啊？现在已经加了三箱了，好了，对，上高速81。啊，天开始黑了，有点啊。行了，终于我们换司机了，换了啊。换成什么？哦，照的我屁股疼。你看天都已经黑了。哎呀，不容易，看见房子了，一排一排的房子，这一路走来都没看到过那么多的房子。你看。这么多房子都没见过。啊，都没见过，是的。你看，这路边哎出现房子了。咱们14号也有啊，14号也有麦当劳啊，出去正好能买吃的。不要着急嘛。哎呀，不容易啊，这一路啊，要不就是山区，要不就是那个农田。去麦当劳买，对，外面去已经。麦当劳。哎呀，麦当劳比他亲爹还亲。啊，我们这个地方叫艾宾顿，小城市。网上查了一下，好像才这个城市总共才7000-8000人，好像白人占93%多，非洲裔3%多。那走了，非洲裔3%多。啊，这人口特别少的一个城市，我估计就是一个 town 吧，有可能。啊，说是城市。右转进入 Old Barry Drive， 然后左转。嗯，先去麦当劳啊。爸爸，我看看麦当劳。啊，是麦当劳，哎呀，亲的。我吃什么呀？我不想下去。我下去怎么办呀？我不下去。走吧。啊，就是这么一个小城市，你看。这是谁的车呀？嗯，走吧，去。
买一个吃的。这边没有啥，就是麦当劳，你看。没有别的。啊，你没开啊？是吧？这个门进不了，这个只是 drive through only， 就是那个车里买的。啊，他不让进是吧？那可能是不是现在那个 COVID-19？哎呀，这个麦当劳啊，只能够就是说那个在车上买的，他不让进。然后呢，现在我们就从网上订。他妈妈最擅长了这个，在网上给他订好了以后，一会儿我们过去直接拿一下就行了。人特别少，这个城市，就是这边买麦当劳的，你看也没几个人。就感觉好像在这样的一个城市里面，啊，我们这个中国人在这儿就觉得特别奇怪啊。这个城市好像应该是没有很少有中国人的，经过这样的一个城市。好了，拿完了，还得绕一圈，绕一圈去宾馆了。啊，天黑了，怎么走啊？有吗？不知道，我感觉是。你要走起来，看看你。就是这个，在这儿到了我们的宾馆。啊，对，这个宾馆还是有人的。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宾馆，看着比昨天的要好一点啊。这个车也多一点，你看，这边有更多的车。